比赛将是由南山男子组对上松山这两所学校的对战呢，将会决定冠军决赛的第一张门票。这是男子组四强啊，最终的一个对战的。接下来的一场对战的组合将是由淡水上工对上阳明高中，这也是非常精彩的对战戏码。从3月7号到3月8号，在第一天啊就要决定这。哇，副总已经被请到后。